同样的，你也必须时时刻刻保持警觉，用修持佛法的方式来准备面对死亡。佛法如同永恒的丰收，能够为你的来世提供食粮，并且是你未来安乐的基础。是一个完全公益、免费的佛教卫星频道。接下来，请收看经典佛曲。Thank you.
玛雅的撒亚。